多伦多是加拿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亦都是全北美第二大金融体系，加上顶尖学府云集，不单止是全国最高人口增长的地方，今年更加跻身全球楼市升幅的榜首。根据国际房地产顾问 Knight Frank 在2021年第二季度公布的全球主要城市房价报告，多伦多房价升幅排全球第一，按年升幅高达 27%， 配合加拿大政府2021年至2023年的120万移民政策，未来三年绝对是投资多伦多的黄金时机。今次宁安环球所介绍的高性价比全新住宅项目 Bar House 就是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 A 级地段 King Street。 项目不单止交通四通八达，而且生活配套齐全，步行和交通指数更高达99分，一落楼就有 Streetcar 轻轨列车，只需要10分钟即到达多伦多金融中心 Financial District。 有70多栋甲级商业大厦，包括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五大银行总行、 Amazon、 Microsoft 的一级大型总部，而 Google 亦会在不久的将来设立新总部。市中心还有全球最大的地下购物城 The Pop System， 一年365日24小时开放，室内连接了60多栋金融商业大楼以及1200间商店及餐厅，是深受企业家、金融财俊、精英、社会名流青睐的地段。而项目亦邻近未来地铁站，配合全新地铁线路 Ontario Line 开通，进一步接驳到 GO Train 以及 Eglinton Cotswold LRT， 贯穿整个多伦多的交通网络。地铁站邻近项目只有4分钟路程，完美地段配上铁路效应，势必带动地段的升幅优势。另外，项目距离著名的 St. Lawrence Market 只是4分钟步程，而且比邻市中心湖畔地段，步行8分钟直到 Sugar Beach， 可以沿路享受 Waterfront Trail 湖畔长廊的迷人景色。而一街之隔的 Fun Street， 餐饮和娱乐设备应有尽有，拥有多间星级餐厅和高级酒店。每次英女王去多伦多嗰阵所住的 Fairmount Royal York 酒店，正正就是 Fun Street 啦。Bar House 是由著名发展商 Lamb Development 开发的住宅项目。Lamb Development 是多伦多 Condo King Brett J. Lamb 在2001年创立，至今已经售出了超过30000个单位，价值超过8.5亿加币。而楼盘设计更加由 Architect Alliance 包办，它的著名项目包括 Toronto Four Seasons Hotel， 项目预计2025年落成，楼高32层，共218个单位，提供1房至3房户型，设有9层楼底以及大露台，提供健身室、会所等设施，入场价仅需70万加币起，尺价比同区其他新盘低近 10%。 宁安环球为大家带来加价前最后一批独家单位，加上发展商两年保证租金回报，绝对是即签即赚。而且海外买家亦可以享受超长流花期供款计划，首期只需30000加币起。想把握今次全港首推的多伦多市中心物业投资机会，请即登记展销会了解更多，到时在展销会同大家见面啦。